欢迎收看 Nathan Says， 带大家认识一下我朋友们。走吧。来到中国后，你们生活方式和你的国家有什么不同？中国的共享单车特别方便。在中国，你可以订外卖，用支付宝、微信宝都很方便。上海的空气蛮污浊的。你们见过哪些中式英语？很多呀，比如龙在那西。You're saying too much. We could just you get can one. You can't do apple. Then. 来到中国海航科技，你们听说过有意思的一个中文字是什么？绿茶。知道每个五年政府开会，因为未来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你中文真好。你们知道中国有哪一些？你知道中国有哪些？你知道中国有哪些收藏画？你知道中国有哪些收藏画？知道中。